那具体上要什么吗？当然是高雄要什么？高雄要发财呀、啊，对不对？天哪，市长！总目标是高雄要发财。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希望往高雄发大财的目标。就怕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面对议员质询时，只能回应高雄发大财。今天他的市府团队为了备询，有备而来，为他准备了一台超大平板，强力团队将成为他的后盾。然而苹果新闻网记者也拍到了平板内容，有一个名为高雄市政府刮胡打造高雄全台首富团队，并且拍到讯息内容为已方便负责的局处首长及时与本群组提供备询的资料，速度要快，字数不用多，关键两句话就行，希望能够救驾成功。来爆料，每月有赏600,000，一经录用现报1000，照片1000，影片2000，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000，月冠军再赏20,000，你敢爆料，我敢给钱。